赵太祥。在路上，人家会讲啊，赵太祥，那你会怎么跟？对啊，对啊，很多的缅甸华侨，对。Oh, OK。我住在南市角西南路那边， oh, 我出去买点东西，吃早点啊、oh. 这些，很多人都看到我，一看就认出来。他因为他们也知道缅甸来超级偶像比赛的一位歌手叫赵太祥， oh. 他们也说缅甸的骄傲啦，缅甸的光荣啦， oh. 这些也为我加油了。对，送你包子吗？也有白送的，也有。白送的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你有白吃白喝的，对、啊，并不是。他们白送是这样，白吃白喝吗？通常我们会讲说免费的，而不是说白送的。白送意思就是说给你，但是好像你不喜欢，就叫白送的。啊，对，老师，台湾的国语有些话我比较深奥的，我是听得不太清楚。比方说很有 feel， 又是你唱歌很油。油这些我就一时之间我就、哦、你说很油是不是很有 feel， 对对，很有 feel 就是很有 feeling， 很油就是很油、哦、对就是他们也都在 learning， 在学习，对不对？很可爱。好，今天我觉得他本身就有一个是的魅力，是的他今天比赛呢用什么样的表现方式展现魅力呢？之前唱的是悲伤的情歌，嗯，现在我选了一首刘德华的《爱你一万年》，幸福的歌，哦，送给大家。哦，所以今天不跳舞，不跳舞。哦，用深情的那一面。对，是的，希望大家我唱到副歌的部分，跟我一起挥个手好吗？哦、请大家，好，老师记得了，到副歌的时候一起挥个手。我们也要吗？老师也要吗？老师需要吗？啊，是的，老师。我不会说了，只会说谢谢老师。欢迎赵太祥，爱你万年。只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。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，也没有缺陷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。相恋
太祥很有 feel。对，赵太祥真的是，不论是眼神、手势，或者是你的抖音，都是这般的老派而自然。谢谢老师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魅力，我觉得很气派，虽然很老派，但是很气派。我今天唯一我听到心里会感动的，就是你，赵太祥。谢谢老师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歌，我觉得你选得很好，这个歌的旋律很棒。OK， 我觉得你的声音透露出来的整个歌的这个情绪的起伏、感情，我觉得你表达得很好。这个歌，我觉得反正就是今天这个整个歌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，我听得非常过瘾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他平常非常的有礼貌，非常客气，可是他在舞台上毫不客气。他今天真的像一个 super star。Yeah. 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你只差没有像刘德华的Thank you 这样子。我觉得你真的非常的有大将之风，你到处去跟人家唱歌，然后你已经跟我们讲叫挥手。其实我刚刚还不是故意挥的，其实我真的想跟你挥手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在看一个巨星看演唱会。爱你一万年，我觉得慢歌的魅力，觉得今天赵太祥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。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老派巨星，太棒了！谢谢老师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有魅力最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看一下赵太祥分数。是这个吧？今天最高，坤老师最高给他8.7分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最低都8.5哎，今天最高哎，非常的开心，也说不出话来了。真的好老派哦，那就祝你过关吧。谢谢欣姐。好，好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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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欢迎胡振环。